在思考爱音乐这件事情，要怎么去用古调来表达它？我想，无非就是单纯吧。时间了，不过，就是其实有很多技巧都没有学得很好，只是纯粹喜欢，然后就写写曲子。Thank you.
说起来，每次要写歌的时候，其实只是一种心情的抒发。绝止语重新排列一回，就是一种舒畅。